本实验用来展示达里厄风车的启动与运转特性。风洞里的风速已达每秒 1.8 米，风车仍然静止，可见启动性不良。然后推它一把，有一定的转速之后，风车就能持续加速了。60 7080关闭其中一个风扇以降低风速，风车转速也随之降低，但不会掉到零。再度开启风扇以提升风速，风车转速也随之增加。
达到的极速约为110转，换算出夜间速比为 3.33， 也就是说叶片速度为风速的 3.33 倍。本实验的达里厄风车尺寸如画面所示，在每秒 1.8 米风速下，风车能够达到夜间速比 3.3， 但难以自行启动。因此生力叶片常与主力叶片搭配，以提升启动性。